那今天我们就测试他的秒数。Go！ Go！ 更快！更快！第一名竟然是他。本集影片由三十有感冠名赞助播出，相关连结请参考下方资讯栏。来到我们的阿贝出事啊！是我们上一次四驱车的时候，我们在他们家跑道，这一次也是来他们家。然后他上次我买了工具箱，就是一些基本的工具配件啊。然后今天最重要的是，还没订阅，赶快帮我订阅，订阅起来。然后固定礼拜四会上片，接下来可能会不定期上片。现在如果有什么新车，我们就来做开箱，我们来分析它哪里不一样，推荐大家值得买，或者是你们有看到你们喜欢的，你们也可以直接灵魂同事做购买，需要帮忙我们都可以做协助。这样子，下面会放连结啊。这个是八九月的新车啦，这三台，像这个就是2021，就是日本杯它的限定款，它每年就是他们的世界杯都会出一款新的车子，对，然后它会有额外还有一个是亚洲杯的，嗯，今年印尼，今年泰国，今年韩国，然后台湾之类的这样子。那我从现在开始玩的话，我有机会拿到台湾杯冠军吗？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啊，真的都有机会，就是看你有没有心这样。他们现在主要还是改装的位置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把它组起来，大家看一下它的每一台的差异性。是我上一次组的小豪，我们这样去看上面有连结。它这一款已经算是改版过了，对，它是新底盘。现在后期出的新车，它的底盘又跟这个底盘又不一样，所以它的稳定性啊、设计都会有影响到好的一些效果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哪一台最难组？这一台会比较难组，是因为它是新的底盘，没有接触过的话会比较没有那么熟悉。然后它的壳又是软壳，所以必须要再稍微细修一下。哦，这个我知道。第一次我自己拿我的四驱车在开直播在组的时候，里面留言就跟我说我在演墨迹，因为我觉得很难剪，然后我就很认真在那边修修修。我不是故意不理，是因为我很专心在做这件事，所以不要再讲我在演墨迹了。好。车子如果说是硬壳的话，就是会像这样，它的形状其实就是都已经好的，所以就是装一装就可以直接上车。好，先把车组起来，然后再来做介绍。我决定我要来组同事眼镜这一台，我买不起跑车，所以我来组跑车啊。那个赛车可以，然后老规矩，我们要看说明书。说明书是给不会的人看的吧？会的应该就不用看这种东西了吧？我建议还是看一下，倒着组的话，其实你反而会比较快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有一个剪刀，尖嘴钳加一支十字起子，然后镊子夹。可是因为我们手算巧啦，对啊，所以就比较不需要用这种东西。干嘛呢？啊，我忘记带我那台限量的，那台机甲，那台是真的已经超级绝版。听说那个一台也破千了，可能要全新没有拆的话，尤其是又经过我的巧手组装，应该是变2000吧。趁现在赶快签名先签，那我们赶快再多组几台。没有啊，这种车就是要买回去自己组，真的，好不好？自己玩。中式车它还不错啦，它设计就是变成说它其实很防呆啦，跟你上次组那台的话其实算简单很多了。是不是上次想限它有这车？没有，上次是叫你说选一台你自己喜欢的。这礼拜才选，是那个主张是王博。田工他们就是每个月几乎都会出新车，啊，只是就是看起来像是大改款还是小改款而已，有时候就是换个颜色，哎，怎么就出了？那我们大概抓3个月，看有哪一些车稳定性最高的底盘，对，然后我们来改它外观，好啊，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直接坐那台车来卖。哎呦，你说。阿北限定款，对对 对，就只有在这个频道才有。搞不好其实可以帮你做一个人偶，哎，这样其实也很猛哎。好吧，我对不对？你的限定车啊，附一个阿北人偶，帮你处理看看，好不好？想要的下面帮我留言。车不是重点，主要是要那阿北人偶，对不对？车买了，钱没有不见，只是变成你喜欢的东西。那你爸那些车大家组怎么样？只有常友还没组吧？他们都没有遇到问题吗？组装没遇到问题啊？好
的那阵就知道了。结果每个人都会不会都自己跑去自己做改造，每个人都自己偷偷做个小企划，说，所以 我就是要弄得比阿俊好之类的。所以我一定需要一个专业裁判。你有跟他们讲说就是不能去改？我有跟他们讲不能改啊，可是我跟你讲，他们那只有一些赖皮鬼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不要说他们，也许是换作是你的话，也许你会想说要去。我是不会改啦，可是我会准备一台还没改就很强车来对付他们。完成啦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测试场地，电池都是我们刚刚都有量过，每一台的电压都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测试，还有计时器。它如果过去，然后车如果再回来的话，它就会停。好，那我们做第一台测试，第一台就从由小豪开始了。出事了，阿贝。出事了，轮胎被车壳卡到了。当时可能它的壳没有装好，有没有？它的这里没有装好，组装出车，对，所以就卡到了。哦，我不会说那是我组的哦，就是卡榫没有卡进去。重来 ，Go。下来，干脆直接先把这个拆掉好了。不行，一定要让它处理好就对了。对，这个配件把它弄掉，不然就是对快干把它粘死，就会。这是壳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壳去卡到轮胎，所以不是我人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不然我们就先把这个部分拆掉，这样子也可以，好不好？抛轻啊，抛轻一下。我看他是觉得他赢面不大。Long 三 go。还有一小圈，最后一圈回来了，来了，31.06，就是三鬼都跑过一次以后，来下一台跑车先，新的这一款，好，中置引擎，中置的，中置 MA， 好，哇，28.19，28.19，好，这差很多了。也是新车哦，那台中置。好，我们看它有没有比28.19还快。好，这台是超限量。Go。哎，更快。更快，26.11。啊，我知道，透明壳减轻的关系。是这样吗？因为用料感觉又不一样，是不是？等一下那一台它偷更多。这边它有机会25内。这一台日本杯限量款，够，27.3，有可能是插在底盘结构跟适不适合这个轨道啊？啊，有可能是因为它不是中置引擎的关系，可能会有一些落差、啊。嗯，对，还是人组的关系。第一名竟然是他，一二三，哒哒哒，好不好？三，被这个抽清，然后。小豪啦，他时代的眼泪。啊，今天我们就测试他的秒数，我觉得还蛮专业的啊。我要有这种专业测试的精神，看到底每一次出的车有没有比较快，或者是他有哪里比较厉害的地方。对，那我们就是来开箱给大家看。那感谢我们的灵魂冲刺的老板。嗨。然后刚刚老板跟我说，他会准备一台车，你们想玩的人有机会。拿到影片下面留言，灵魂冲刺，我要加入，所以要送哪一台？送一台这个吧，跑车。
好不好？跟大家生活比较接近一点。这个也是限量车，我们送一台这个吧。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再去喷漆哦，感觉会更专业一点，会更像你们是你们自己的车子啊。我觉得这一台就是速度也不输人，又好看。好，那我们就感谢老板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然后如果想要玩四驱车，记得到虾皮卖场灵魂通知那边做挑选。OK。然后那边还有其他东西，你们有喜欢就记得去那边买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。拜拜。再次感谢三十有感，让我们多活好几天。